愤怒的赵云。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，壮欲都改变，如果有幸会面。 AKG P5S 有线话筒，超新型指向的洞穿话筒，长19厘米，重320克，材质是金属，带开关，频率响应40到2万赫兹，输出阻抗580欧，灵敏度-52 dB， 随盒附送一个话筒夹子和一个便携的话筒包。 P5S是一支性价比特别高的话筒，频率响应比同类型的动圈话筒更加优秀，而且超新型指向也能让它在舞台演出中更能防止啸叫的发生。当然它的防喷能力也特别强，深受 B-box 同学的好评。如果你要找一支高性能的动圈话筒，那 AKG P5S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，壮欲都改变，如果有幸会面，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，惶惶地等待你出现。明年今日未见你一面，谁舍得改变离开你60年，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，难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。淘宝搜索愤怒的调音师，对，就是这一家写着愤怒的调音师的店哦。楼主已经为你准备了性价比最高最专业的录音直播设备，谢谢支持。